茶是祛湿的，我们这儿啊潮湿多雨，喝这个茶对身体有好处。哎，你们鱼咬钩了啊？哎，快帮我拿一下啊！哇，还是条大鱼。 小时候耐心不足，我爸让我钓鱼练性子。给我看看。啊，谢礼。哎，你们拿回鱼笼装，让客服通知厨房做了就可以吃了。其实就是想让我女朋友体验一下钓鱼的快乐，倒不是为了吃。这不好吧？这可是你们钓的。可是鱼竿和鱼饵都是您的。这不好意思啊。哦。 这个你们拿着，这事我自己做的，肯定比外面好吃。哎，你们拿去喝。谢谢。谢谢。来，大家尝尝，这什么东西？油茶。油茶？嗯。哪来的？别人送的。送的？谁送的？说来话长。啊，回来了。 正好正好有件事，哎，现在那个咱们演出前，需要有一个24小时的花絮直播，那这咱摄影师栾老师，啊，那个现在需要一个主持人，就我你看我来不了，谁顶一下？我们配音组需要用嗓子，提前一直说话不太好。啊，对啊，声声也不行。主持一下，那你。 怎么这么金贵啊？那你谁来能来啊？我也来不了。那就是我和木木呗。啊，行，承认我俩外形最好就行。承认。答应了吗？咱俩不一直是搭档吗？少了你，别人还以为我们闹矛盾了。这解释起来太麻烦了。再说了，24小时直播，哎，我一个人怎么扛得下来啊？可以，那这次配音剧我也审测。 反派你来，不是说好我是正派，你是反派的吗？这个可以直接喝吗？把这个也倒进去，脆的，喝着也能吃。送给我们的人说，这个去湿又排毒。有一次性杯子吗？没有，我会酒店拿。有，我给你，我给你拿，他俩主持拍他俩。那个，我反派，我反派。3、2、1，开始。 Hello，大家好久不见，我是慕白，这里还有木木。大家好。此刻呢是阳寿的下午6点，我们天还是大亮的。在24小时以后呢，我们完美配音的10周年庆马上就要开始了。这一次10周年庆啊，会在山水下有一场大型的配音剧。你说这些大家都知道。对啊，这一段能删了吗？现场直播，哎，不过没事儿，这就是一个花絮，给粉丝逗乐的啊。 不能拿我做逗乐素材啊！没关系，大家都习惯了。换你说。现在还有23小时58分钟。OK， 我知道啊，你们非常嫌弃这个木木语言的贫乏，还是更喜欢我，对不对？那么在接下来的24小时呢？是23小时57分钟，刚调整了。 我们就不要再精准倒计时了，好吗？那个，来，我们摄影师拍一下我们的这个大舞台啊，我们的舞台非常的漂亮，当然我们现在还在施工中啊，我们还有一台小型的摄像机，会让大家随时看见我们舞台搭建的一个效果。接下来我会带大家去参观一下我们这个周围的环境。 看看有没有机会碰到一些配音剧中的大人物呢？跟我走吧。选哪个好听？第二个吧。嗨。
王凯老师，肥少老师。嗯，坐坐坐坐坐，哎，坐。来，不好意思啊，就点了两份。啊，没事没事，我不饿。幸亏你是音乐作画跟着来了，要是找不到和声啊，这小子发际线会越来越高。行，来，马上就要登台了，作为临时同事，我们正经的握个手吧。都认识多久了，装什么装？哎呀，豆豆姐，这就是你不对了。我这是出于对合作者的尊重，对吧，珊珊？我临时接到任务，怕给你掉链子。没关系，你放心大胆的上，有我给你拖着呢。不，你有完没完？哎呀，这不，你这不还有米粉吗？我都被老朱吃了。行行行，你先吃吧。啊，昨天晚上我们开会的时候也商量了一下，而且当时我们也搜了，发现你翻唱过这首歌，知道你熟，就和香金词先说。嗯，我们本来打算直接跟你说的。这不现场在忙吗？是来得及。我想问一下，我这个和声需要怎么样配合的呢？哎，你看我这个脑子，我大概说一下啊，我是这样设计的，嗯 ，A 一唱段唱完 ，A 二你就可以进和声了，然后唱副歌开始就比我高三度和声这样，然后中间间奏的时候空间就可以留给你。放心吧，我都试过了，在你的音域之内。你没问题的。啊，哎，你们可以看到啊，这里是我们古风歌手的休息区，这次主题曲的主唱肥少。王可，嗨，来猜猜他是谁 ？Hello， 没错，他就是消失江湖已久的默默。大家都爱说啊，这是豆豆饼。哎，我知道，但人家今天不是要开唱吗？所以默默更适合他。啊，对了，还有一位，隆重给大家介绍一下。哎，莫白。第一次登台本来就紧张，先别介绍了。啊，还有一位，那就是我，哈哈。我申请给王可做和声，但是被他否决了。哥，你不五音不全吗？全网都知道了，没必要再强调了。那这样子，接下来带大家去参观一下我们的服装区，好不好？来，跟我往这边走吧。来来来，这边。这小子确实是个斗志啊，话是这么多，脑子也快。我差不多想好了，我们什么时候开始排练？稍微等我十分钟，我再吃一口。嗯，没事没事没事，你们慢慢吃，那我先出去练一练。好，好。那我一会儿去找你，好，很快，一会儿见。哎，你发现没有，他有一点跟强尼斯挺像，宠辱不惊的，专心致志的做自己的事情。你别说，还真是。我第一次登台的时候，别提多兴奋了。他迅速进入状态，比我想象的专业。珊珊，啊，你没有在忙吗？我刚刚看你在里面聊天，没敢打扰你，我想来给你打气来的。我紧张的不行，从来没有上过舞台。我就知道，给，看这个。他们怕你彩排的时候没时间看，非让我拿手机给你看。有娘家人在，你不用怕。一会儿啊，我就跟茂哥在那边控制台。嗯。你要是紧张，你就看我；你一看我，你就不紧张了，就跟咱们在社团的时候是一样的。嗯，好。给我。干嘛呢？啊，那个冯老师，傻小子，晚上舞台灯光一打，看不清下面的啊。别打扰人家了，没看他拿着歌词还要练吗？啊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走吧，你忙你的。等会儿。你也要加油。我会的。拜拜。左左再左，歪歪再来再来，差差差差不多差不多。这边也歪，老叔，你这边还不齐啊？等会儿，稍等会儿。干嘛自己坐这儿，不去陪生生啊？